哇，真厉害！你还吗？你好，服务员。哎，你好，你家能订桌吗？啊，可以订桌了。那个多少钱一桌？您订多少桌？我给你算一下。嗯，大概得有五十桌吧。按照一桌288，然后再送你两箱饮料和一箱啤酒，您看行吗？行，可以。来。您订什么时间了？我给你记。下个月四号。下个月四号，红的还是白的？什么红的白的？就是喜事来丧事儿。不是，老妹儿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啊，你家跟阎王爷有亲戚还是怎么着？你家丧事能提前一个月定啊？你家丧事能提前一个月定啊？有病吧你这服务员？再见，不定了。给你们看看山东女孩的倔强啊，零下六七度呀，大冷天非要逛商场。哎呦我天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。听不见啊，真听不见。你说啥？你看，哎，这干啥呀？行，别闹，这都买包去，买包。跟你开玩笑，你怎么还上火了？跟你说啊，别看你山东女孩这么倔强，但是特别好哄。你们先看着啊，媳妇儿买不买包了？啊？走，买包去啊。